人工受精的过程。赵静，西安市第四医院生殖医学中心主任医师。人工受精呢，是最接近自然妊娠的一个人类辅助生殖技术。我们首先呢，监测女方的卵泡发育，在排卵前24小时或者排卵日，我们将男方的精液呢，经过洗涤处理以后，用一个非常细的一个受精管，将处理过的精液呢，送到母亲的宫腔内，这个过程就成为人工受精。专家提示：一、人工受精是最接近自然妊娠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。二、在排卵前24小时或排卵日，将精液洗涤处理后，用受精管将精液送到宫腔内。